大家帮我订阅一下。是什么鬼啊，这个暴虐，他怎么给自己留了一个野怪在那儿？我的天哪，我操，应该惩戒的。哇，我晕呐，好秀啊，都应该直接 W 这个眼的，这波我不应该被吸的，这波我操作有问题，不然的话我应该能再换一个。别过来啊，这个好明显啊，我的天哪，为什么在这站着，站后面去，我感觉他出来了，这样子失误了呀，我没 Q 到这个加鸟，不然直接 A 死他。
他为什么知道我在里面啊？搅过来了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哎，没杰斯就把他宰了，伤害差一点。我吸，我吸，我怎么死了四个？哇，对面全部都不出来了。这一波全在埋伏，突然那边五个人都不见了，都不出来。放个线待一下，包里没事。用惩戒了，我好慌啊！刚刚七百血突然没人 A 了。好，不需要操作，好爽啊！就 A 他就完事了。好像可以，可以了。